40年前，我们是从这里出发的。今天，我又回到了这里。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时候的我们。这是杨希，蓝衣服的那个是张荣芳，周路敏、张杰云、朱玲、梁燕儿，这火爆脾气的是陈招娣，这个是我们的队长孙静芳，移动长城周小兰、陈亚琼，要求不要命的曹慧英，还有我自己。美国人不会对你手软，日本人不会对你手软。别哭，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。不管你们是不是还记得，这就是我们。